您觉得哈，这个林慧萍跟杨林他们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好不好啊？有哪些？你就是以一个很旁观者了，就是对这两个明星来做一个分来个评语一下。两个评语是啊，他们都是长得都很漂亮，也很温柔，对吧？从我说起啊。如果说你如果有一个人逼着你说一定要结婚的话，这两个你会选哪一个？那两个都好嘛，对不对？我回去考虑一下。怎么这一下子讲这个问题啊？真的。哎，那我们英雄所见略同。哎，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大家。不你说这样。我老公欠你，我老公欠你就。以外形，以他的名字来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第一个，他有所谓的五常。五常，哎呦，五常，对，哇，我知道你想下一句话想讲什么，留着。所以他的手臂啊，比一般人特别的长。手臂不长就哪有办法有这种？还有他的手指头哈，他的手指头也比别人来得长。指长，手指头比较臂长，指长，对。还有他的耐力也长，耐力长，还有他的门牙特别长，门牙长，原来是兔子，是不是？像不像金元仙的？又要像金元仙？不，我想请问你，真的你属性是什么属性？对，你是属兔，真的是属兔，鼓励一下。我不是开玩笑，快有观众都频频点头，不是巧合，老师就厉害，真的，多个共的概念。我告诉你，五常不容易啊，要一短更不容易，五常一短。我们拿的棒子都是很长的，麦克风当主持人拿这一短是很不简单的人物。哎，俗语说得好，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还有，还在这个人海中啊，怎么样能这个大风大浪中锻炼出一个这个百炼的金刚啊？在我认为，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啊享有高知名度，是能够左右社会人心的脉动的。哎呦。能担当这种角色的人物啊，是是，其实呢，这是被大家所这个拥戴出来的人。好，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就是一位百炼金刚。开玩笑，我们这个开春第一这个节目一播出呢，是是是，我们这个邀请的人一定是要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一起来欢迎这位钻石级的投手，假日飞刀手，欢迎陈奕迅。哎呀，陈大哥您好，您好！不，真的听到大哥我真的会怕。最近直升机都是免费的，对不起，对不起。哇塞，他这个人每次都这样，讲话是这个非常率性，严格上说呢，就是口无遮拦的。每次给我吐槽的就是他，不敢当，不敢当，都是每次都看龙兄虎弟的才知道学习的口才。言语上的表达能力都是从你们这边学到的，学到十分之一了。哎呦，还没有让国税局的来查我，这是值得，值得。告诉你，哇，爽快！你不要因为靠一时你这种天生的牙尖嘴利的口才，就这样在修理我，对吧？我是平常讲比较悬一点，我一看他就上一辈子根本就是九官鸟转世，就是讲不停的那一种。所以现在外号“操不一档”就是这个意思啊。跟那个我们对您的人生呢，您的这个的发展呢？能够这样在很短的时期之内，在我们这个棒坛里面啊，棒球的棒坛里面可以有这样的这种辉煌的成就。哎呀，我平常凭良心，我讲真的，我最直棒里面呢，我最有兴趣的，就我会看的，想要了解他的动向的，就是陈奕迅。我今天有一点点小知名度，并不是说是我厉害，是我运气好。因为我市周围的朋友都帮忙我，就像以前在兄弟队这五年里面，他们帮忙我很多。因为你今天要投赢这一场球赛，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要几个人，教练啊、球团照顾你，以及选手上的帮忙你，你才有今天。但是你败了，你要自己负起这个责任，技不如人。那当然，我这三十几年这样一路走下来，碰到太多的贵人来帮忙我，再加上我今天上这个电视，我真的求之不得，碰到你们两名主持人。哎呦，你看看，我们平常邀请特别来宾来，什么时候有得到过这么样一句回报？我们真的真是太感动了，真的。谢谢哎，成功一行，那你们可以下台了，好不好？我们要下台啊！我要先讲，马上要。所以他这个人很麻烦的，你是捧他一下，他就叫我们下台了呢，真是受不了了呀！哎，我来给您介绍几位老师，是这几位先生呢，那可以讲说，我告诉你，你站在他前面根本就是透明人。
人，哎，您的将来会怎么样？未来，哎，您的另一半将是什么样的造型呢？会是林吗？还是姓金？还在林。原来你对金元先生也非常的这个啊，韩国人生真的对我身体有所帮助的吗？帮帮忙，谢谢。阿哥帮忙讲几句好话，好不好？好，那以后有机会大家互相再介绍一下，再来吐槽。我给你介绍几位老师。是，这样，我们今天想从小孔明老师介绍起。是，小孔明老师，来，好，陈宇辰老师，大家好，你好，谭秀柱老师，大家好，何高德老师，你好，是廖理事长如良先生，哎，你好，好，我们就从廖老师这边开始。是，廖老师，您看看啊，以外形，以他的名字来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第一个。他有所谓的五常，五常，哎呦，五常，对，哇，我知道你想下一句话想讲什么，留着留着。所以他的手臂啊，比一般人特别的长，手臂不长去，哪有办法有这种？还有他的手指头哈，他的手指头也比别人来得长，指长，手指头比较臂长，指长，对，还有他的耐力也长，耐力长，还有他的门牙特别长。门牙长，原来是兔子，是不是？像不像金元仙的？又要像金元仙。不，我想请问你，真的你属性是什么？属性啊，你是属兔，真的是属兔，鼓励一下。哎，不是开玩笑，快有观众都频频点头，不是巧合，老师就厉害了，真的真的。多个功德咖喱，我告诉你，五常不容易啊，要一短更不容易。五常一短。我们拿的棒子都是很长的，麦克风当主持人拿这一短是很不简单的人物。你看看，2100多万个人，不知道的人以为他在那边讲黄色笑话。我真的是佩服你的，真的是。对不起啊，我不想握这只手，因为向来我们这个为人打球人都是比较正直，不讲这种话，尤其是在电视上面前的。我们习惯讲这棒球，结果没想到我来这边，真的污染到我心里。哎呀，你看看，老师现在这个怎么弥补一下？所以你本身引导刚下去，是是是，对，当然了，我这个虽然我这个的笑容呢，哎，当然对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我在那个笑，我的笑容啊，让你的心灵受到污染，这平常一讲，我们就感到非常的惭愧。当然，我们跟您站在一起，也觉得有一种那种灭顶的压力，灭顶。因为他个子高嘛，哎，我并没有影射什么事情，其他一些比较有危险的什么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聊，等一下再聊。现在来谈一谈这个人，他呢啊，这个外形啊是潇洒，我觉得我虽然是男人，我看到他，我觉得非常，他给人类给人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你是动物类啊。啊，难得我讲这么一句话，你马上就咬住我的尾巴。不要一直这样抓，我真的会怕，会有感觉到有那个感觉。他这样的人，他的感情世界，我们感觉他这以我这个普通人来看，我就觉得我只能有四个字来讲出：花花公子吗？我只能这样讲。对不起，我没有当过花花公子，现在没，我要追人家，人家都不会给我追的，这是的。哎呦，哦，那我讲错，可能是在 penthouse 里。这个人的爱情，感觉上就是一生可能都离不开桃花，离不开桃花。这个请我们谭老师跟我们说看，是不是这样？陈奕迅先生的面相。他是整个是双眼皮，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额头非常的宽广，所以像这种的男人呢，他是属于哈桃花比较重，外缘也比较好，标准的多情种子型的，他一生呢桃花都不会断掉，毁了毁了，杨林小姐你要小心呐，哎呀，看到没有？不过想请问老师一下，什么样的女孩子啊？真的什么样的个性的女孩才能够吃得住她？好难呢，你看一下陈奕迅先生，你笑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笑一下。OK， 你看我们看一下他的鱼尾纹非常的重，而且哈、哦、又深又长，像这样的男人情欲很重，情欲重啊？不是不是不是，当然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有尺度的，我说的是他野心大、欲望高，如此而已啊。谢谢。希望您的心灵啊没有被我们谭老师又污染一次。不会不会，请问你真的希望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要结婚，我只希望说能够在工作事宜能够帮忙我，尤其是对父老啊，我父母亲啊，两方面的能够孝顺啊，那是我最重要的。别有其他要求。你讲的这样的女孩子是个吃苦耐劳型的那样的女人啊，而且是非常传统。
可能外形看起来很秀气内向，你心里面你想要这样，可是你在这观感上面来说呢，你却你要的对象可能就是唐老师说的那种，还有窈窕的身材，窈窕的身材要有才艺，那那个是行于外行于外的这种女生，这是不是有矛盾呢？陈奕迅先生他是个 super star， 他是个超级的棒球巨星，当然他要顾及自己的形象哈，这个我们能够全国观众都能够很能够体认的，我们一定要原谅他，谢谢。哎，老师，谢谢，哎，这个，我告诉你，哎，今天有人帮我的忙，啊，接下来又要问陈老师，我最喜欢你这一类型，请站起来一下吧，全国来看一下，真的，哎呦，啊，陈奕迅先生哈。至于你的婚姻呢，那我当然还要再补充一下，既然你对我这么捧场，我一定要给你几句忠啊金玉良言，珍惜和满足你所拥有的一切，是绝不轻言放弃，未到最后关头绝对不要放弃，谢谢。好，鼓励一下。哎，我们谭老师可能是这是一种某种暗示，哇，这是老师讲的，对不对？有机会我可以安排二位啊。哎，你想到哪里去？你这个笑已经污染了我的心灵，你这是什么笑容了？接下来我们请陈老师，可能你要给一个数字，是，好不好啊？那我们老师，刚才他有没有给过老师？179，是179。嗯，我从这个卦象里面呢，我发现到有一件事情蛮不简单的，而且可以说很少遇到的哈。嗯，我发现到你真正的在开始接受磨练的时候，从18岁开始啊，一直接受十几年这样子。可以说相当激烈的这种磨练，可以说在我们一般的人真的是有时候会受不了，这就是你比一般人强的一种毅力。那么在前后在5年当中啊，当然呢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可是呢你对长辈还是一样的相当的尊重，这就是你最特殊的地方。是，不过有时候因为你的个性呢稍微比较直一点，是难免有时候呢会得意忘形，稍微在口才方面有时候会得罪到某一些人，我希望在这一点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是，哎，好，老师讲的不错，大家观众朋友你看频频点头啊。接下来盖小姐，萧坤林老师，好，陈奕迅先生好，是你是，因为你这个面相看起来很端正。端正，气质很好，是，谢谢。你这个脸型啊，有三大部分最漂亮的。哦，第一点就是眼睛最好，眼睛看起来很生动、很活泼，会迷到这个女孩子的。迷倒女孩子，哎，迷人就对了。真迷人。第二个优点是嘴，这个牙齿特别白，一点比较白。所以你经常啊，无论说在公共场所做节目也好，在打棒球也好，那个经常要笑出来，笑出来，这个露出你的这个很漂白的这个牙齿更漂亮，更好看。是。第三个重点就是你好笑啦，好笑啊，好笑较性格。所以你若还没结婚，我跟你讲哈，你若这个嘴角敢流起来，你听嘛？一年来保证你早起那就堆到恁家去啊，你免烦恼无啵？这样。是安尼哦，我你爱拢留嘅，全部拢留嘅，卖全部留起来，很像耶稣哎，安尼较性格，很像耶稣啊，哎对，啊耶稣有无？拢有诶，有啊有啊，啊耶稣嘛真出名，真出名，对，你棒球嘛是现在的轰动世界啊。我们曾经这个访问过一位巨星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姓杨的一位小姐，想跟您阁下讨教一下了，谈一谈了。您觉得哈，这个林慧萍跟杨林他们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好不好啊？有哪些？就是以一个很旁观者了，就是对这两个明星来做一个分来个评语一下。两个评语是啊，他们都是长得都很漂亮，也很温柔，对，从而说起啊。哦，如果说你如果有一个人逼着你说一定要结婚的话，这两个你会选哪一个？那两个都好嘛，对不对？我回去考虑一下。怎么这一下子讲这个问题啊？真的。哎，那我们英雄所见略同。哎，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大家。我立功安呢？我老公欠你，我老公欠你就。老师，
张大哥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我正在学习，但是我真的我做不出这种的动作。哎，对不起，又我没办法，又污染了你。我们先听一下老师。我想陈奕迅先生哈，你不用那么客气，像你本身就是多情种子型的哈，你不要那么谦虚哈。虽然当着全国观众朋友，也请不用客气，谢谢。再一次音乐，再一次，哦。怎么会变这个画面？阿姨最近哈有没有可能有姻缘出现？如果今年没有，会在哪一年情敌上跟我们说？在86年丁丑年呢，这个属于水年的这个情况，它本身呢是属金命，所以金来生水来讲的话，如果没有成局定局来讲的话，恐怕这个感情的人来讲的话，有相当大的这个变数，会影响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将来的前途，甚至来讲的话和家庭的因素哦，因为感情的问题呢，如果在今年。下半年度来讲的话，在我们的6月到9月中间来讲的话，如果这个感情的这个没有个定数来讲的话，恐怕会有摇晃，甚至来讲的话有间断的感觉。哦，那我就到加拿大或到美国嘛，过江水，寻找一个慧根，江慧嘛。哎呀，又提出一位明星的大名，又提到江慧，我的脸都是很震惊的，希望不要笑，不要开着玩笑，对对对，会再次打击到我的身心。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只能用一点点时间来探讨。最近我们这个职棒的这个报纸上看到一些消息呢，对。对于这个整个棒球生态来说，都受到了一些影响啊。啊，那这方面，请大家发表一点意见，好不好？关于这个问题呢，难免呢，人家说啊，树大招风了，这是难免的一件事情。但是真正的是稍微有这样的倾向的话，应该啊，在这个上个月就稍微有这样的倾向。不过我刚刚还是跟你暗示一句话，就是说，虽然我没有看到你有喜事，但是如果说你能够结婚的话，来冲掉的话，也许，你的另一半就是你的贵人。哎呦，那么这样子的话，也许可以完全迎刃而解。这是我给你这个建议。好，那又请廖老师说说看喽，你说说看，现在最近这个，一项这个是职棒那部分啊，也发生过一些事情，我想说多少都对我们这位投手啊，他生态上会带来一些影响。对，以这个钱立信先生来讲的话，他的本命流年运呢，刚好换在这个无中生有的呀。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呀，所以小人接触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你自己啊，因为这个事实是继承的环境啊，但是现实的可以改变，所以你要改变现实，不要改变事实。所以既然面对了这个事实的情况，那改变这个现实，你的心态上呢一定做改善调整，不要成为自负刚毅的，对啦，不要自圆其说。或者来讲的话，变成这个无中生有的事情来讲的话，当然会产生你互动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能够把心态上调整过来，再去凝聚你比较啊现在新的一个环境的这种贵人来讲的话，我想这样一个转变呢，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处，而且是一个造成你一个生机跟一个商机。哦，因为我们晓得这个棒球已经是我们老百姓大家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娱乐的寄托，是很重要的一环，里面牵动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看到我们喜欢看的人，里面有竞赛的这种过程呢，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种新的刺激啊。哦，那么这个您说说看，其实这种生态也给你带来一些影响。老师刚刚有说有是有一些会犯一些小人，在命里面看是这样。啊，所以我还请老师教教我该怎么做。那当然，我的个性是很直的，而且有什么话我就说出来，而且我能够做的帮忙做的，我就赴汤蹈火，我都会不惜一切。我这人就是这样子。是。所以刚刚老师讲过，说我的个性很直，啊，意志在前呢，所以不惜一切去做，那往往对自己是不好的。那我刚刚听了，真的是言之有理。我说我要学习一下。该怎么去做？所以我刚刚听了老师，那当然老师还有很多事情要跟我讲，那我一起不如在这边安安静静的听他们，还比较好。啊，对，意思是我打岔了，我有点怕你。好，来，今晚我要讲一下来。哎，小哥，得力哈，陈奕迅先生哈，他个性哈，忠厚老实的，忠厚老实。
哎，做大事吼，拢是脚踏实地啦，脚踏实地，脚踏。所以照看伊的这个五官来讲吼，较无邪气。但伊这个八字吼，我看起来讲吼，有一个鸡毛，鸡毛是精神，算一粒星。因为八字若有一粒星来讲吼，有拄到什么代志，较有迄个逢凶化吉。逢凶化吉，谢谢谢谢。应该若照这个运势来看吼，你若这个农历吼，农历十月以后。就是平静啊，就平静了，就平静啊。农历十月以后，十月以后就平静啊，就可以平静。所以目前这个中间吼，你都要靠克服困难的精神，较忍耐。是，这十个月里面要。啊，你若照拄仔咧讲吼，讲像这个张飞献笑容，你学袂起来。我教你一个方法。是。你买台迄个录音机。是。反正龙兄虎弟张飞节目你录起来。是。录专辑的。是。啊，录起来看。哦，差不多每一天拢看一遍，是啊，看两三个月后，都有这个张飞见笑容，很乐观。所以你若像伊这很乐观来讲啊，做啥物拢会成功。是，哦，这是我这个构想啊，给你交代。谢谢，祝你当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啊！谢谢。哎，所以我们这是朋友嘛，他的成就需要大家来赞美跟歌颂。当朋友呢，当这个情绪遭遇到一些这个逆境或者什么时候，我们更需要大家给我们的鼓励。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哈。刚刚我们老师有讲，小孔明老师他很少这样诚恳，他平常都是教训人的气氛比较多。他今天讲说，希望你在这十个月里面能够克服万难。是，我理所当然的。人家说。不轻易放寒彻骨，折得梅花扑皮香。我虽然不是梅花，但是从乡下来的一头牛，我可以熬得过去。不要说十个月，我都已经35年过了，我一定会熬得下去的。谢谢老师这句话。对的，我们虽然不是梅花呢，就比喻成牛，这个就一直在告诉大家，他就是脚踏实地。没有一番牛经过，哪有牛粪扑鼻香啊？接到这去，有一个警告，哎呦，是，从你的八字看起来哈，农历十二月这一个月，不要到路边赛车，太危险。好，千万记住啊，好不好？是，我很喜欢开快车。哎，还真的呢，我跟你讲，真的，十二月这一个月特别小心。今年农历十二月。哎，农历登丑年，牛年，牛年就是牛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千万不要到日本去赛车。吸了吸了，你不要吓死人好不好？你真的呢？好，这平安养，这个你不谢也不行啊。真的，反正赛车就是速度快的意思。我真的很喜欢开车，高速公路不瞒你说，警察都抓了好几次。哎呦，对，喜欢开快车。但我真的是开得很快，普通的话没有开到140，我觉得感觉不错。哎呦，感觉说你不能把车当棒球在看啊！我唰要几 K 的。可是我每次被抓到的时候，我都是到警察那边，警察大哥对不起，我做俯卧撑30下，做仰卧起坐30下，再做投手30下，比那个动作这样，按那一规模的，够不成够。哎呦，过来啊！哦，那我们这位警察波波也太狠了嘞！从我们今天的这一段这个交谈跟这个探讨当中，我们可以了解陈奕迅这个人呐、啊。非常的开朗啊，非常热情啊，而且这个很直率，那么让我们在这几分钟里面对他又更深一层的了解了。我觉得他是我们这个棒球队里面的不可或缺的一位投手啊，因为他的热力呢，不只是他个人的表现，影响了他周围的同事，同时经常都把感谢的话挂在嘴巴上面。我交朋友交到像你这样的是不错，所以观众朋友为什么喜欢你，我想除了技术以外也就多了一层这样的感受。我们衷心的祝福我们陈奕迅他的这个啊，可以是越远越好、啊、我还有一句话可以留下来，给我几秒钟的好不好？哎，好好。当然我在棒球界里面待那么久，我真的这几次的发生事情里面，我刚好抓到这次机会，老师也在前面了，也希望喜爱棒球以及支持棒球的朋友啊，不管是中华职棒也好，台湾大联盟也好，有你们我们棒球才会兴盛。同样的，不要因这种事情而造成到对我们棒球的喜爱，还是一样支持我们棒球，不管是中华职棒台湾大联盟也好，
我们永远是喜欢你们，希望支持我们，谢谢。好，非常谢谢陈奕迅，也谢谢各位老师今天的这个啊，谢谢，谢谢您来到节目中。